对于粉丝来说，偶像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，一些人气明星的如果做了酷炫的事情更是容易引来关注。一则关于杨紫换头像的话题则悄然在周末火起来了，只因不止大美女换了头像和网名，连带她的粉丝们也掀起了一阵火热的换头风。杨紫评论区粉丝集体换头像，杨紫改名又换头像，古早味超级酷炫，粉丝掀起古早换头风，梦回年少时候，综艺游戏愿赌服输，杨紫会被抢注吗？